我叫陆远。听我爸说，他以前是一个大厨，是吗？就还被那个米其林定过星。干活了。这牛排你做的？你确定你会做这道惠灵顿牛排吗？跟我走呗，去最好的餐厅做最好的甜点师。把这都吃了，咱再聊。你赌钱要把手给毁了，你！你没有味觉有多久了？喘气儿和活着，那是两码子事儿。你是人渣！凭什么我爸死了他就活下来了呀？凭什么呀？你对得起他吗？他你对得起吗？作为你的朋友，我真的劝你离他远点儿。什么时候准备卖自己？告诉我一声啊！知道你这种人最可能下场是什么吗？就是所有对你真心实意的人，到头来都会被你错过。我把比我命还重要的干净让给你。嫁给我，嫁给我。